Welcome to China in Focus. I'm Tiffany Meier. Good evening and welcome to NTD UK News. Welcome to NTD News. I'm Stephanie Cox. Welcome to NTD News. Kevin Hogan here. 2020年7月，新唐人推出英文频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快速成长，覆盖美国超过5000万个家庭。新闻、时事、传统艺术和文化节目深受观众喜爱。继4月在美国和英国7天24小时播出后，近日又与美国当地全功率电视台 WNBC 和 KVMD 合作，在纽约和洛杉矶全面落地。来自加州的观众 Matthew 表示，新唐人不像其他新闻媒体那样大声而耸人听闻，冷静直接的报道令人耳目一新。费城的观众 Paul 表示，用真相改变世界，我看新唐人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多。观众 Eric 表示，报道中肯，体现出新闻应该有的呈现方式。总部位于纽约的新唐人电视是全球性的电视新闻网，由逃离共产党统治的北美华人在2001年创立，目前在全世界有超过60多个记者站。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瑞珍整理报道。